有个唱戏的好像叫柳碧云。柳碧云，赶紧哪儿来的回哪儿去。你妈已经走了，咱们家需要个女主人。咱们的局长人家可是会好几国语言的林业专家。我也想感受一下做局长太太的滋味。穿上旗袍，人品厚爹，一个人一看。谁？您就是这样教育儿子的？不是冤家不聚首吗？是碧云拆了他的围脖给我织的，那刺骨的冰碴子扎在他的脖子上。出去！江北啊，照顾好你自己。作为江家二少爷，该不该站出来？我是不是演的也很好啊？哎，不错。值不值五毛钱的站？值。你愿意给他的孩子当妈？那李冰呢？这是妈做的第一个生日蛋糕。你也觉得我扫马路给你丢人了是吧？以后你再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，我就抽你。你怎么去抽江梅啊？因为你是我生的。这江森啊，才是我们老江家的长子长孙，我都给他扔在农村不管了。你怎么这么做啊？你要是把这件事情给我搅黄了，咱们俩也就到头了。爸的局长被撸了，我从来就没认你这个儿媳妇。好的家风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孩子。那我们江家的家风是什么呢？尊重个体差异，夫妻间、父母及子女间、子女相互间，都不能以情感绑架对方，逼对方做出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。有了孩子，自然就懂得怎么做父母了。